巴黎还在那边捞啊？对呀、啊，他没有拿工具来，可能。是他也没弄出来。他有个盾，这个倒是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还想办法。嗯，他是真的不干。有了，我看到他是用倒的，保险是用倒的。是啊。嗯。不晓得，他就那个水瓢里面那。他挖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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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呀、啊。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不是菜哦，这个可能是有瓜子什么的。哎、欸，应该不是菜，对。可以吃这么久。嗯，他在慢慢给他剥，往出口剥呢。拨到出口来再去捡。哇，他也吃着吃东西，看到火车。喝水吗？等一下，前面坐着。兰姐。好的好的，哎，你别忘送了你啊，我回来了。只有这里拍得到吗？嗯，现在台里在底下这边。这个位置真的是很惨，看不到你的。对啊，他在看。哎呀呀呀呀！他就说妈妈被我抓到了，妈妈我要吃。